梁靖昆的比赛果然是能打决胜局就一定要打。WT 重庆冠军赛男单四分之一决赛，梁靖昆对阵雨果卡尔德拉诺，大胖开局就陷入被动，遭遇到了较大的麻烦。持续被动的情况下，6-11、8-11连丢两局。谁都知道，此时的比赛才刚刚开始。大胖随即的反扑果然凶猛，把握关键分13-11拿下第三局后，第四局11-8再赢一局，成功将比赛拖入最终局。都知道常在河边站，哪有不湿鞋。梁靖昆这一次又没有顶住，在1-6落后的情况下无力回天，追分失败后大比分2-3出局，成为本次比赛国乒输掉外战的第一人。雨果晋级四强，将战樊振东。我们欣赏一下赛点时刻。